直接冲到了场地，他铁公鸡想打谁呢？神殿之力冲着狙击手去了。是的，狙击手和神殿之力擦肩而过。哦，铁击和神殿之力碰上了。这局对独角兽来说是养生局啊，他还在养生。请展示行动能力。神殿之力一甩到了墙边，现在是三击混战。 断地龙KO，独角兽还没怎么动，他都没离开那个区域啊。是的，打狙击手，再次怼到墙边，哇！铁公鸡从神殿之力头上骑了过去，压过去啊，车轮的卷着他。哎，但是现在狙击手也不动了，狙击手也不动了，狙击手 KO，两台机器已经出局了。哇，铁公鸡正在狂凿啊，凿我们的场地。 铁公鸡凿来凿去，确实凿不到他。铁公鸡一直在锤，锤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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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这个反扭力太大了，庞老。神殿之力优秀的缠挤他，他们俩的攻击意图都很强啊。好，神殿之力还在找角度，再一次，打到，再一次，刚才我们听到玻璃有动静，再一次，神殿之力再次发威，哇，又一次，神殿之力这几次撞得很准，再来一次。 神殿之力这个进攻角度非常刁钻，比赛就要结束了，最后一击，时间到，本场的胜者就是来自印度的神殿之力。好，恭喜我们的神殿。